大家好，我是岑姿慧少舞蹈艺术坊的老师岑姿慧，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这个 City Playhouse Theater 呢做这个猫剧的公演。这一次呢是我们艺术坊的很多孩子们和鹿城音乐中心的孩子们的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这个猫剧呢是一个汇聚了一个有舞蹈、音乐、唱歌和表演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儿童的音乐剧。那么这一次是我们的第一个新的尝试，也希望呢我们以后每年都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新的剧目，所以呢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去支持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个华语儿童的一些尝试和这个新的那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谢谢大家。参与的学生有多少人？大概有什么角色？我们这个角色的话是根据猫剧原著改编的，它有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基本上加起来有四五十个不同的角色。然后呢有的是负责唱，以唱为主的，有的呢是以跳为主的。那么从最小的小朋友呢从4岁就开始，到我们最大的孩子应该是16、17岁吧。那这些孩子都是很多是连讲中文都有一定困难的小朋友。那么他们这次呢比较我们是希望他们用中文去表演，用中文去讲台词，然后以这个英文去演唱，这样的方式去把这个剧目表演出来给大家。他们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希望今天晚上的演出会成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听说你们有很短时间去训练他们，训练过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时间的话呢就是每周一次，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感觉好像挺长的，但是实际上每一次的那个排练的时间大概是2.5小时。那么最近我们就延长了一点点，每一周有一个3小时的一个彩排。其实最困难的我觉得是他们的中文真的是比较可以说还是不是特别的纯熟吧，然后用中文去念很大一段的对白，对他们来讲呢真是一个 challenge， 我觉得是挑战。但是所有的小孩子都非常非常认真努力，就是每一周自己都在家里就是去练习，不停的在练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孩子真的非常棒，我们也觉得非常满意。这个演出是现场就是说唱啊讲的，不是预先录好的吗？他们这一次呢有个别的孩子是今天晚上将会带着耳麦，然后以现场的唱去唱出来。那么也有部分的孩子呢是提前录音因为他们是担心有很多的孩子是现场没有办法有那个现场的那个麦克风，那个收音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呢就给他提前的录音。但是今天晚上每一个孩子都会在舞台上真正的去放声歌唱。对，他们平时练习也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说这些孩子演出的之前都经过一些比较长的舞蹈啊声乐训练，是不是？他们有的孩子呢是我们两个学校的一些音乐和那个舞蹈方面有天赋的孩子，也是有一些是经过了一些比较长时间的训练。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是完全没有基础的，那么他们是真正是这一次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才有了这样的机会在舞台上，很多是有个别孩子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所以他们我相信他们今天晚上不管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的家长都会非常的开心。Okay, 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的心情又紧张，但是呢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努力了4个多月，到了今天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今天下午的彩排我们觉得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他们会表现得更棒。好，谢谢。谢谢。Thank you.